演讲呢，啊，咱来恭祝咱的上神庙老大妈，啊，甲咱的五谷大帝，啊，咱的中路古财神，为你众神尊的圣诞千秋哈。都是呢，最重要的是咱今年一度哈，啊，咱十月哈，算经冬尾啊哈，咱拢修行圆满啦哈。那也是。啊，所以哈，啊，咱每一个中路哈，啊，拢会，咱每一个枕头嘛，拢同款哈，啊，拢会来求下平安。对。啊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就着呢，咱底料呢哈，啊，咱的良心中啦哈，啊，咱的主要交代嘛是咱代表。有交代哈，所在保证啦，不成建议，大家尽量开怀痛饮哈，啊，我就来解吃。祝大家新的一年呢，咱事业成功，现金的更加能够赚到好额，事业更加能够赚到有吃，啊，尽量加油回去。祝我们做袂做咧，咱个拼搏之魂，会当个步步高升。那我就会当个一间一间入去，啊，那恁公司，祝大家公司哪几个哪大间，公司的哪几个在哪侪间哈，啊，各位今日平安酒，把咱个果汁哦，赶快拢烫开。祝大家，要祝我大家当保平安出两间，祝大家拢做咱个步步高升。那我出五百，那大家拢赚个五百，就正赚个。贵处的哈，所以就那个有几个招牌哈，啊，那节目呢有三点钟哈，六点半呢跟九点半，节目就非常精彩，来做几道辣妹哈，是，来做演出，同时呢有咱的后期村两边在演出呢，同时咱边个都咱的电影方面哈，对，特别拢做非常的精彩，做第一次话成功，很紧的大家拢做大家同事哈，所以就那用心，啊，咱节目慢慢搞得很秀，有双发有会，做第一次话成功，等下你马上买，你敢来买机会哦哈。来，即马再来把咱的天气改转，是，好，吃瓜，继续卖，跳真香，谢谢。我怎么这么吃瓜哎？啊，你吃了？我来瓜嘞，来瓜，我来变成卫生你来，很热，我想长只瓜，那再今天再长多少瓜？哎，差就多嘞，对啦，差，昨天跟今天差很多。对对对，好来，这这快解散哦，来，跳真香。我真是你的